TWICE 子瑜拍摄演唱会幕后 Vlog， 超萌大眼电 Fan Ones， 这集九妞来到新加坡开唱，子瑜拿起摄影机要做任务，但总是被姐姐们吐槽，子瑜这么奇怪一定有目的，甚至让某某说出子瑜太可怕了，救救我，也让成员们在一旁爆笑不已，十分有趣。而子瑜除了拍下后台照镜子时的画面，大长腿小蛮腰让粉丝大饱眼福，还与都贤定眼一起在后台喝西瓜汁，吸管一直插不进去，让子瑜自己也快笑疯，更让网友们直呼真的从头到尾看着子瑜就不自觉一直微笑，怎么可以这么呆萌，子瑜一直被姐姐们发现要做任务，好像到最后都没完成。不过也有粉丝表示，子瑜这集 vlog 时间比其他成员少了很多，希望公司下次多给子瑜分量，不然真的是不够看啊。